我笑死。然后还要比出来哦。对，还对着画面比二。然后5+5+6，再就没有比了。当机。5+5+6等于一。两位数不会算。为什么？当坦克，自己的声音啊！我要扣吗？我当麻痹吗？嗯，我你带吧。好，我带，我带。啊，请问节操呢？干！我想说，我用的说，用什么？参卷，不要紧张，我比你多。现在有那么多，怕啥回？你看现在就是挤的都我请我请，我请客我请客，不要跟我抢。哇，有报酬金哎！八八八八，看这样收得到？有啊，八八八八。我想说，我今天丢很远了。今天是打魔物哦，打。活动几倍？几倍心魔师？我相信今天一定很少人看啊。然后今天有影片，记得去看。有，我看完了。到底是谁两条线呢？我的粗暴色。粗暴，那加安安粗暴，你要请谁吃粗暴？酱油膏嘞，酱油膏嘞。请问节操我还可以？有等级限制吗？50吧，是吗？就50哎。雨还不够，43。你要打这个的话，有点困难哦。这个不像金羊那样子这么简单哦。你可能防御力600多，被八个三下也还是死掉。嗯。那先充等吧，现在有充等活动吗？没有。我忘了。分出剩的水晶啊。好吧。那就要等那个23吗？23号吗？还是？哎，刷成金也送很快。我来啦！请干力。参卷，参卷。穿军哥，穿军人，你们要打的，你们是谁要几倍？几倍？现在在开台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注意哦。你们是四个了，加你啊，加你啊，加你啊。哦，还是可以不要我，猫子一来啊，但是不行啊，你们都没有墙壁珠啊，是这样没错了。对啊，没有坦克，走不开啊，我很难过。坦克我是可以勉强，但是可能被80而已啊。勉强节操，节操不写。不写，我没办法输出，我完全没有攻击力。就闭嘴吧，没有啊。熊派，你可以带鱼练等啊。对啊，你们两个去打力战的东西啊。刷珠子啊。嗯，好啊。哎，怎么打、啊？哦，一开始哦。坦克要先去，就坦克先下去赢，先赢，然后他会先掉一颗下来，掉什么？掉一颗下来，掉彗星。哦，彗星，好，彗星，掉彗星，彗星和陨石都会的，两颗会同时下来。那我要干嘛？然后你就先去吸他的仇恨，啊，等吸到我仇恨，我们后面三个再下来。哦，之后再我们会帮你讲那个落区。啊，你落石落完之后，你就靠到墙壁，然后让扩散的去扩它。哦，哎、欸，对，你们杰克和夜猫扩散对吧？是啊，对。然后扩，不要扩到人就好。想啦，其他朵啦。哎、我想说你在干嘛？比我厉害。再来。在第四区的时候，千万都不要用任何一颗闪光弹了。嗯，好。然后一区应该也会有灭龙石，灭龙石，每个人记得这伤害要够吧，伤害要够才会掉啊。对啊，哇！我只是提前要记得捡那个灭龙石。哦，当时怎么过的啊？天啊！
面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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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面
克左右丢头啊，就一人各一颗，然后最后一颗给坦克丢，就会吸到仇恨了。我觉得这今天应该是一个看聊天室的好游戏，很精彩哦。第二区有那个黄道陨石，然后第三区是没有的，没有上看足够是没有黄道陨石的。就岩浆区没有，然后阎王龙加三颗。对，啊，如果阎王龙比较重要，是因为你如果伤害不够的话，会没有没有彗星挡哦。能通一点啊，拜托。我会啦，会啦，会啦。那走喽。走啊。我这是讲了，提醒一下，免得。来吧。啊，对啊，阎王龙第四区的时候，要记得先闪第一颗闪光灯。是吧？他会先有一颗大漩涡，是吧？你不吃东西哦？我在吃啊。等一下，我忘记带一个东西了。等我，我帮你们吃个鬼人蛋和硬化蛋，不然会很痛。你这个 OK 吗？这个就一切理解而已哦。好了，我出来了。你们两个要不要去别个通话？对啊。好。不要怕，我们在讲刺激的东西，你们突然在聊天。好了，来帮你们吃个硬化大和鬼人大。哇，有腾龙就是不一样。然后帮你吹一个听觉就好了。好。差不多是听觉。好，来再来继续。HTT 快来救人啊！算了，他应该不在通话。他没在通话。你扣他，他也没在说。他说我累了，我只是想打完就好。对，对，他昨天说我们这边还有两个需要你啊，还有人没毕业啊，我可以带新手练等啊。好，那坦克先过去吧。那你走我前面啊，我没办法。没有啊，我只是在打算在这里停住而已，我没有要走很前面。我们要全部都要下去吗？没有，但是都回来，不要吸到仇恨，那先一吸到，不然他会乱跑，很痛哦。哦，我散弹嘞。你看你那边位置很危险的，对不对？会吗？看得到吗？会看得到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昨天我们也是以为在那边没有事情，然后突然背起一个飞扑，我们都没有防圈啊，突然就扑过来，我们完全你看，这样好吧，我吸到了，我吸到那个，好吧，你们看吧。好、哦，我知道了，不能在那里，我错。你看他又这么想当坦克是不是啦？不是，我只是在那个挖宝石那边。我就说那个不行啊，我就站在那。不！啊，对，他会有一个debuff，就是扣防御，所以。对，打效果死掉。没有，那个要等，我帮你吃防御才会消得掉。打效果是吗？没办法，打效果是消不掉。消不掉，打效果消的。消不掉，哇，很痛。大漩涡，来，我赢远一点。好了，坦克很难赢好啦，我错了，不然要重来吗？你都吃鬼人要大，硬化要大，你在那边嘞。来，我吃。有爆头巾哦。好，爆头巾就还好了。来，我逃过来。可以点头上那个。我打没点落石，拿散弹我怎么打？有了，人家有啊！来了，第一颗出来了，那第二颗出来出错了，第二颗，看我，看我，三个人都在这里，相信他，看我，来，打头，我赢远点，好了，有了，你现在靠往右边。往后左后，靠墙，左后边，左后方，太努力了。但这边有风，知道，龙卷风。对啊，你靠墙壁，然后卡在那边比较动就好了，尽量不要动。啊，我黄道来怎么办？闪呢、啊？就是他动作一来就人家啊。好，请问我没有动。我都忘记那一招是没有。没有啊，可是不是有墙壁挡下来吗？八爪不行。哦、oh. 那個。我来了。突然会有一个八爪那个没枪法。哇！变喽。
来拉远，拉远点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很远了，很远了。因为我想要把旋风靠到墙壁那边，没办法让它动。好了，造型好赞，什么造型？哦，烦呢、欸。对啦。完了，重开吧，重来吧，重来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。乌龟来，扣下。投降，输一半。已经输了，我们要去找下一只了。我前回去找你兄弟。我看一下、啊。嗯。六十的调查点。学。我来 call 他一下吧，看看他有没有来。我谁 ？HDD 啊。对啊，他解释比较清楚。先请客再说。HDT， 哎，怎么了？有人啊？那里有一个。啊，你们不是没四个人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们缺一个坦。对，有经验的坦。哎，对，有经验的坦克。我没有经验啊。屁啦！我坦的都没有过啊。昨天不是我坦啊。哎，这就是要看你的队友是谁啊。不，昨天谁坦啊？昨天江江坦，他拿冲枪坦。哇，拉仇恨拉最久哎、欸，好稳的感觉哦。可是你要戳得到啊，因为他戳很久，你知道吗？要戳超久的。哇，他那个长枪一开始第一区的时候戳超久的，干嘛冲枪啊？你帮他们吧。好啊。啊，这样繁星你要去帮。OK OK， 耶，不用拼的就可以学了。哦，原来是繁星要绕跑，是不是？打不过啊！他想当输出手，不想当坦克。不是，这么伤心的吗？我是想当补，怎么可能是想当输出手？假的，给你啊！我有想输出的，我昨天是当输出，对，这样多一个位置啊。对啊，还是给你啊。快，那就叫节操坦啊！他没有墙壁，他没有墙壁啊！我有墙壁啊！你刚刚还说没？我说我可以当坦克，但是很容易死，就是因为我会弹倒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说你们都没有墙壁猪，你那边讲对啊？啊啊！这个我不能承，我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不能说什么，但你真的是说对啊！你跟我讲对啊哦，心姐，我说这边就只有我墙壁猪，你们又没有，你那边讲对啊？那你才接着，我是可以弹啊，但是。不确定还是什么不保证？哦，好吧，对不起。所以我没有，我对那句话没有记忆，我只能说抱歉。哦，没有记忆。哦、我真的没有想不想没有想起来，我记得的时候我可以当一坦克，但很容易被猫死而已、啊。你怎么可以事后不理？哦，解放猪哎、欸！哦解放猪是吗？讲这句话，哇，这么好哦！我想说心血来潮练一下哦，解放猪这么爽的吗？太神了！再看一次，再看他一次，我要看一次解放猪，心血来潮按一下。今天我也打到一颗炮速猪了，多一颗，加一颗，多一件哦。解放猪啊，对你尤奈没有打到。他不是，他不是打到有，他是打到被融掉了，对吧？他有打到，也是被堵掉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为什么堵解放猪？攻击猪不好吗？那时候缺解放猪缺很久，不是吗？解放猪，嗯，其实一颗就够了，一颗就够了，一颗就可以换很多装下来了。我有七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炮速猪不是已经十几颗了？好可爱。哇，谢谢，这是什么游戏？麦块，我有就有吃餐券了。我看到这些都是钻石跟红石练起来的。对，这是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白宝石。白宝石攻击数很多啊！他们就是当然赌你没有吗？七颗哎、欸，夜猫嘞？啊，对啊，你是可以吃个餐券吗？我想吃爆抽筋。我刚吃了，我也吃了。好，我自己吃餐券 ，OK。然后我帮你吃哦。对啊，在打脊背啊，我都还没打完，
是舌头、哦，舌头也吃对不对？对啊，还没到，还没到。开玩笑，晚点，晚点等他们过。嗯。哎，舌头、木瓜，你们下次看到有那个什么，那个 ID 很长，然后打说什么爽啊，那个就帮我直接ban掉了。他就是在我的留言板留这种字，他、啊、也在我聊天室写这种字，看到直接删了，拜托。太白目了吧？在干嘛？他就只进来打一个爽，是不是？爽啦、啊！爽啊！有才打小雨爽啦，我照样删掉。杰哥是在打控制哦，也太爽了。我打控啊，所以我才带龙三龙啊。